台北今天雨转阵雨，18度到23度，升温21度。好，这我们可以直接用语音操作的部分来知道说台湾的天气是哪一个地区的天气的目前情况。好，再来，打开摄像机。好的，正在为你打开摄像机。所谓的小米监视器系列，比如说像小米摄像机、小米摄像机、米家摄影机部分，它都可以直接做连结，还有又做操作。那当然，只要登录小米的账号，这些设备全部读得到，对不对？非常方便。那如果你有一些输入密码的摄影机有设密码，它也会这样子，需要你输入密码。对，好，那这是智能家庭部分，然后一样，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小米的扫地机器人。跟小米的空气清净机，对，那这些方面都不错，可以使用。